刚才那个上面跳到捷运公司的员工了，那个女的，至少跳得比我好了。这次有中国队的？中国队还没看到，目前还没有，让他争取一下吧。哇，以后这个明年再讲啊，今年没有，今没看到。不啊，他的态度是，我跟你讲的叫沟通嘛。好、哦，那这样的话很简单的，请交通部公布那个会议记录。你先框预算80亿，然后可行性计划还没做，终点在哪里都还没搞定。那你这个预算，我就很简单，你这个预算，你干脆不要编，你就说我要钱就好了。所以我讲过嘛，先有计划才编预算，我们先编预算再编计划。而且基隆纤维当时是前瞻计划第一炮，第一个拿出来讲，你第一个拿出来讲就被打枪了，你后面人家怎么有信心？所以这个交通部要负责。基隆市主也发声明说，你们这边没啦，其实基隆忘事。没啦，基隆市不会整合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这个都是交通部在主导的啦。四大是该替国家做的事啦，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想到说，我明年选举要用，有这种念头吼，后来都办的都奇奇怪怪的。是不是因为还没办，根本不知道办得好不好，所以不敢讲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当然是尽力准备啦，但是好坏还人家说这个。就铺路铺定你这种的 table， 意思是说这个还要办完再讲嘛。其实哦，以前常常就是这种利用这种办这种大型的国际赛事或大型的活动啊，然后去转化成个人的选举的用途，我觉得不需要这样，该替国家做的事就该替国家做，不用自己老是在念头太多。但选举总是要推出一些政绩，你不会把四大运纳入政绩？其实哦，我的政治理念哦。政治落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所以把该做的事情就一样一样做干掉，这是我的想法啦。不会把四大运当成民进党连任的一个票吗？要票进来？这很奇怪的题目啊！不是啊，四大运该办就办吧，就是把它办好啊，不要有其他太多的杂念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啦，我还是要跟所有的国内团体讲啊，政治团体。四大运不是只有台北四大运，它是台湾的四大运。我们要以一个办喜事的心情来办好四大运，所以有什么陈抗啊，什么可以办完继续抗议。在举办期间哦，我们还是把台湾最好一面给大家看。中国高层会来吗？我又不是中国高层，我怎么知道？你有接触到吗？反正对我来讲，那运动员有来就可以。话一讲哦，那个坦白讲哦，我们台北市的都市规划本来就不是很好的，所以只能尽量做。第一个哦，不准骑骑楼，这个应该不可以骑吧？你连骑楼都要骑自行车要骑进去，再来哦，有画自行车道的哦，你不骑自行车道还骑到外面去，哇，这个那我设那个自行车道干什么？如果我没有设，你要骑，那这是我不对。啊，我都设了，你还不骑，那是你不对的。所以最起码哦，这两样我跟交通大队讲，就这两样我们先处理，那其他的慢慢再一样一样加。